台大医院心血管中心经过两年的规划设计，盖约一年的施工作业，目前已启动运作。台大医院的心血管中心开始要跟大家来见面，那我们已经逐渐在启动来运作。当初设计跟规划的理念呢，就是以疾病为中心，跟以病人为中心来设想。这以心血管病患为中心的设计理念，是将诊断检查、住院与复健、心导管与开心手术以及重症加护等医疗服务全部整合于东址大楼五楼一个楼层。这个用心的设计，让心血管病患接受医疗照护期间免除四处运送之困扰，而真正达到无缝式的医疗照护。在这个加护病房的设计以及心导管室跟开刀房的设计通通是在一起。那这样子呢，让心脏科的病人从心导管的检查以及开刀房不管是达文西的机器人或者是复合式的开刀房呢，我们这里都有。而在开刀房与导管的设备里面，我们整合了心导管与手术室的治疗，让他们在同一个无菌空间里面进行，使所有的心脏疾病可以同时得到心脏内科与外科的医疗服务，完全达到无缝式心脏重症治疗的世界一流水准。另外，我们也提供了复合式手术房，可以同时进行心导管及开心手术，来提供最先进的心脏病医疗。另外，我们在心血管中心中也设置了最新式的机器人手术室，减少了心脏手术本身所产生的伤害，在手术后可以尽速复原。这样的手术也可以利用在前列腺癌、腹癌、肺癌以及其他的头颈部手术中。台大医院心血管中心整合心脏内外科的重症医疗，把心脏内外科加护病房设置在一个单位，让心脏内外科的医护人员能够为病患同时提供所需要的及时医疗照护。另外，为了顾虑急诊病患的及时性需求，心血管中心也做了动线上的创新，将急诊室直接连通至五楼的加护病房，同时利用双向电梯开门，若有必要做紧急的导管或手术时，也可以直接由急诊室送至心导管室或手术室。同时呢，在开刀房跟加护病房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内外科的心脏科的病房。心脏科的病房的这个区域里面呢，也有心脏的检查室跟家属的等候区。那这些都是经过很精心的设想跟设计，希望让病人、让家属都能够得到最舒适、最安心的安排。院方体察病患家属等候的焦急心情，在心血管中心里面提供了心脏疾病相关的卫教资讯，亦贴心地为病患家属设置了专属的休息空间、舒服的坐卧两用椅以及专属的卫浴设施。另外，心血管中心的加护病床里面，30床的加护病床都配备了双吊塔以及 RO 水，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疗服务设备。所以有心脏病患需要做血液透析治疗的时候，直接就可以在加护病房里面进行。同时，心血管中心也非常重视感染控制，有病患专用卫生设备，纵使在加护病房中亦可解决病患如厕需求。另外，我们在手术房中也开风气之先，首创了全国第一个开刀房药局，为心脏手术以及心脏加护病房的病患提高最优质最佳的临床药事服务。除此之外，我们在大家所看不到的底层架构部分，我们在基础架构上也考虑了最大的安全，无论是在医疗气体或是电力供应上面，不管是加护病房或者是心导管室或者是手术区，我们都有一个双重的配置，能够让这些关键的公用设施供应无虞。同时，我们顾虑到病患在医院里面找路的需求，我们也把我们的指标系统跳脱了以往按照楼层安排的设计，把病患与家属最常使用的公共设施与服务在指标系统中特别标示出来。另外，我们也特别设置了好几个家属会谈室，这里面都有视讯的设备，所以无论是医师在进行手术或者是做心导管的时候，都可以透过这个设备和病人与家属做面对面的沟通。台大医院心血管中心提供了创新的资通讯平台与服务，
心血管中心的病房使用了新的网络科技，以网络电话以及床边资通讯系统，让医师、护理师、病患与家属能以最迅速流畅的方式沟通，让医师及护理师能及时回应病患的需求。医师和护理师也可以直接和病房内的病患透过视讯而面对面沟通，而后也将提供让远方的亲友可以透过视讯和病榻前的家属直接联络的方式。心血管中心医疗资讯团队为增进病人与医疗人员之间的沟通效益，简化工作流程，增进直接照护时间，来达到提升病人服务满意度的目的。团队致力于开发资通讯沟通平台。资通讯沟通平台包含卫教指导影片浏览、点餐、视讯、上网及看电视功能，提供病友贴心的服务。另外，为护理人员交接班期间加速了解病房状态及病患资讯，特于护理站内设置资讯白板，让接班护理人员及时了解病患现况、手术资讯、当日照护床号及联络资料，有效提升照护效率。专责护理师呼叫系统，当病人按压呼叫铃，讯息会立即传送到护理师随身携带 WiFi 手机，护理师以手机立即回复病人的需求，并及时完成各项照护活动。仪器定位追踪系统运用 RFID 科技，减少护理人员寻找仪器设备的时间，增加 Point of Care 的照护品质，达到无所不在的感动式照护服务。心血管中心加护病房导入临床资讯系统 ICIP， 将床边生理监视器、呼吸器、IBB 等设备仪器连线自动记录，完整记录急重症病人照护过程，可增进研究的效益。在心血管中心中，我们也有创新的健保病房设计。心血管中心的病房的健保床，我们设计了以两人床为单元的四人房，让病人可以得到较好的休息，较安静的环境，又提供家属与病患不同的卫浴空间，兼顾国人的陪病习惯。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创新的心脏复健的整合医疗设备，让心血管中心的病房里面，我们特别设置了心脏复健室，以及特别设置的活力走廊，让心脏病人在接受了手术或导管的治疗之后，能够尽早就开始进行复健。急性期住院期间的心脏复健，是在病人病况稳定后，尽快使病人能够下床，独立完成日常生活活动，避免出现不适的症状以及不良的反应。其目标是避免患者因为这段期间的卧床休息，导致了肌肉萎缩、日常生活功能的下降等并发症。物理治疗师最快会在手术前或是加护病房的时候就开始心脏复健的卫教及训练。接受心脏手术的病人经常因为伤口疼痛的问题，病人不敢用力呼吸、用力咳嗽。物理治疗师会教导病患如何有效地强化呼吸肌力量以及咳嗽技巧。那我们在病人出院以后呢，还提供了所谓的远距的医疗照护。那这样子让病人呢，不管是从急诊处或是从开刀房啊住院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到他出院呢，都可以有很好的医疗照护，那让病人呢整个病情呢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跟医疗的这个方法。台大医院心血管中心秉持着以病患为中心的理念，在心血管中心公共区域别出心裁，用心设计，营造出跟医院以往不同的一个氛围。首先，在梯厅的设计上，我们希望病友来到五楼的心血管中心，就能够感受到一个舒适明亮的环境。所以在走道旁的形象墙，我们呈现的是整个团队的影像以及服务理念，希望让病友能够感受到被照顾、被关怀的一个氛围，能够营造出一个视病由亲的感觉。植物灯箱的设计，目的在营造一个平静、温暖、柔和的氛围，借此安抚病友焦躁的心情。且于病友入住时，随即配发每一位病友一个 RFID 的手环，这个手环可以自动感应打开专用置物柜及淋浴间，可说是医界创新的管理方式。会议室的设计理念是以
弹性化、科技化跟国际化的方向来设计。那主用是用活动式的消音隔屏来隔成大、中、小三间会议室，必要的时候可以整个开放成一个大型的会议室，来增加空间的使用弹性。会议室设有一化讲桌，能够方便讲座跟提升会议的效率。会议室设有视讯连线设备，方便日后与其他国内外教学机构进行远端教学或座谈，同时也符合科技化和国际化的需求，并落实台大医院服务、教学、研究三者并重的理念。